感恩关心我的朋友又来聆听我的分享。导师好，亲爱的超马家人以及关心我的俊男美女们，大家晚安。今天又做到了抽卡的时间，所抽到的卡在这底下的四张，跟太阳卡的部分必须改变。在修行的这条路上，无论是谁都必须建立一个重要的心态，只要是想要进步，一定要先认同自己必要改变。如果你无法认同自己需要改变，修行必定停在原地。太阳圣德导师这张卡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勇猛精进，道行有可能超越修行的功力，与修行的时间长短无关。即使修行只有半年，只要勇猛精进，道行也有可能超越修行几十年的老修行人。所以时间不是问题，而是在于你有没有下定决心勇猛精进。有许多人的生活出现问题，而背后真正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能量场的不足或者是不平衡。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中，刹那间让你平衡，但不代表成就，可能是先预支你一张信用卡，所以千万不要三心二意，唯有赶快把握机会，诚心务实地将钱债一一偿还，如此才能继续获得天地的祝福。但是不要因为一时被祝福得意忘形，忘记了一切都是天地所赐，那就会如同卡通影片的灰姑娘12点之后就恢复了原形，因为天地的赐予和你的成就并没有画上等号。所以在抽到这张卡所提示的就是说，一定要像刚才所讲的这个部分勇猛精进，如果没有精进就是退步。所以人生，佛家讲的人生难得，如果在这个机会来做人的时候才能修道，像孤魂野鬼已经失去了人生，没有实体可以让他在道行中精进，这就是天地的定律。所以是否要精进皆在于自己的决心，而改变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掌握住修行的精髓，才能勇猛精进的向前冲。很感恩今天这张卡的提示，就是不能再放松，一定要勇猛精进，而且要有一个观念，不进则退。所以一定要时时刻刻秒秒察觉自己的一个有没有在努力与生活境当中。第二张卡，落实弟子规。弟子规的实修最重要，要扎扎实实的将真理实践在生活里，而《弟子规》一书中所阐述的即是天地真理，它足以让我们变成一个好的自发体，去影响全世界。太阳圣德导师，感恩太阳圣德导师。《弟子规》已经很久了，但是因为接触超级生命密码，才知道《弟子规》的重要性。《弟子规》是一个止漏的一个法宝，也就是我们要透过每天读一篇，让自己印象越来越深刻，把自己的问题缺点列出来去改变，一段时间之后一定是脱胎换骨，这就是一种气质展现，智慧的提升。所以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要守住自己的心，就是要透过弟子规，当自己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一个自发体，而且弟子规就是天地的真理，所以它是一个相互对应的一个概念。许多超马的家人每天的弟子规实修中融入生活，不到两三个月整个人气质就改变了，而且照着弟子规所说的
我们的指定版就是蔡礼旭导师所讲的41集当中，所以呢，一定要去落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入门。第三张卡，千万别入戏。多数人都犯了严重的错误，只看到果没有看到因，往往在追求的过程中跳进别人的果，导致摸门不着，浪费几十年人生。人世间各种变化有如万花筒，一幕又一幕，这不过是信息与数据而已。太阳圣德导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在生命当中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这一本秘籍中所提到的天地是金，成就富足人生，当你有本事活用空间场时，那才是你无限的本钱。什么富有不富有，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对你来说就跟吃饭一样稀松平常。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世间你拥有的信息场的浓厚还是稀疏，就决定你在人世间立足的本钱，也决定了你的能量的正负。这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导师有说过，希望在每一个人的逻辑观念里，概念要很清楚，不要在总结当中跳进别人的轨道，也就是跳进去找不到自己要进入的轨道。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概念。人世间很多的各种变化就像万花筒，信息场也就是数据，要记住太阳圣德导师告诉过的一句话，那只是譬如说现在你的困难境，这只是当时的局，不代表永远的境，所以不要在那个点被打倒了。事实就是如此，也就是这张卡所抽到的不要入戏，这只是一个境，借着这个境察觉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瞬间的能量场给调动过来。所以在讲的一个概念，寓意的投射在我们的生命灵命里，就有如天地图画的美。有没有办法投射，不是天地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接收。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怨天尤人，只有自己不足，反求诸己。另一个观念的分享，一旦进入到正确轨道，你才会发现世界何其大，宇宙何其大。一旦你进入到宇宙场，就会发现人类算是哪根葱，还敢自大吗？还会觉得不可一世吗？天地的大智慧是你今生学不完的，只要你在努力的运作过程中，就会看到处处是金。念到这一段就非常的有感觉，不要把自己看得很厉害，因为在天地宇宙之间，我们算是一粒沙，甚至连尘螨都不足。所以不要，要懂得一个去我的一个观念。第四张卡抽到的就是要做一个讨喜的人。让人深深被你的吸引魅力所吸引，而讨喜的诀窍在于适度的赞美他人。太阳圣德导师，赞美他人一定要赞美的有真心。每一个人都喜欢获得实际的肯定，有的赞美吹捧的太浮夸，反而显得虚伪，适得其反；有的赞美有嘴无心，随口说说，流于形式，往往让人产生厌烦。不要再有这种虚伪，而是要发自肺腑之心，
所以如何表达赞美也是一种艺术学问，透过不断的练习回馈经验，总有一天就能够驾轻就熟。非常感恩大家今天的聆听，今天所抽到的卡也给自己很大的一个提示，就是要学习适度的赞美别人，因为不懂得赞美别人，也就是不会以别人的立场来考量，这也是《弟子规》所讲的，要懂得去关心别人，了解别人的想法。非常感恩，接下来也是要跟大家告诉一个讯息，11月11号即将在高雄，我们有一场爱与感恩的惊喜分享会，地点在奉新高雄大礼堂，11月11号下午2点到5点，非常丰盛的一个盛会，也请邀约，真诚的邀约所有的善良的高雄朋友们能够来共襄盛举。另外我们即将迎接12月22号23号太阳圣的导师冬季世界巡回演讲，因为爱幸福美满随之到来，在林口体育馆15000人爱的共振，天地的爱何其伟大，来感受一下天地无私的爱，我们人应该更感恩，去广传爱与感恩，落实在生活当中。祝福大家晚安。